伴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狙击伴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狙击伴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狙击伴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狙击伴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狙击伴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先帝公主，调酒师请假了。啊，蜜糊老师，看什么这么入迷呀？这是一种神秘的异域生物，叫玫瑰花妖。你们知道它有多危险吗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我没找到确切的资料，网上只有传闻，说它非常善战，还能蛊惑人心。据我所知，仇人强已经将他列入暗灵卫的发展名单了。听起来他很厉害呀，我得赶紧把他带回来，赶在仇人强和波比之前。嘿，美丽的花仙子，有没有兴趣加入暗灵卫呀？别走啊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嘛。哎，这冰激凌可真好吃啊！太好吃了。好痒，快放手，快放手啊。玫瑰花妖真厉害，他就吹了一口气就把我们给甩了。看来我们得多动动脑筋呢。哇，那就是城堡，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。从小我就想像公主一样住在城堡里，没想到机会真的来了。宫廷调酒师的工作简直就是为我而设的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自不量力，宫廷调酒师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吗？我这么有经验的调酒师都当不上的。怎么不服气吗？井底之蛙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外有天。哼，好啊，来决一胜负吧。这位客人，就请您来当裁判吧，看谁的饮料比较好喝。真巧，又见面了。啊，等等。我仿佛来到了天堂。客人也是说这个。怎么样啊，客人，
我这边的天堂是不是更美好啊？哎呀，什么天堂啊？跟他的比起来，这简直就是生化武器。你也来尝尝，要输就输个心服口服吧。从来没有试过这么清新脱俗的感觉。走开走开走开，我认输，你的调酒技术的确很高明，我甘拜下风。这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饮料，真是值得纪念的经典时刻啊！来，我们合照吧，我要把照片挂在墙壁上，永远留念。等一下，你不是要当宫廷的调酒师吗？这是今晚城堡舞会的门票，你可以直接去见公主，让她答应你做宫廷的调酒师。请问你见过这个人吗？没有。请问你见过这个人吗？没有。你见过这个人吗？老板，给我来一杯解渴的饮料。好嘞，请稍等。是玫瑰花妖，他怎么和超人酱还有波比会在一起呢？难道他已经……老板，请问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啊？那个了不起的年轻人呐，他去参加城堡舞会了呀。人呢？这边走，来。想问什么时候才能有饮料啊？200开我已经喝够了。今天的饮料就是200开呀。什么？堂堂的一个城堡舞会的饮料居然只有200开？就是。不是只有200开，也有热的哟。那边有好喝的饮料，大家快来！那边有好喝的饮料。快过去呀！我们也过去看看。快去喝那边的饮料啊！走，快走。这是极乐的享受啊，真不可思议，200开也变成好喝的饮料了。喝呀，你们也来尝一杯吧。我想我以后除了你亲手调配的饮料，再也喝不惯其他的饮料了。我真实的邀请您留在城堡里做我的宫廷调酒师。谢谢。我去晚了，没有喝到美味的花瓣饮料。哇，这里有好多花瓣饮料啊。别抢别抢，那是我的。不错，的确挺有水平的。为什么周围突然那么黑？怎么回事？饮料有问题。玫瑰花妖，你已经成为邪恶的暗灵卫了吗？暗灵卫，看我找到了什么！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小猪猪，你没事吧？
快点！哼哼，我的办法成功了。现在泉水京城的人都认为是玫瑰花妖干的，还成了通缉犯。这下他只能加入我们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我差一点就能成为宫廷调酒师，住在梦寐以求的城堡。是你们毁了我的一切。在舞会上拿出关键证据来诬陷你的可不是我们两个。那张照片？没错，都怪猪猪侠拿出的照片，先帝公主才会相信你是坏人的。老板，请给我一杯解渴的饮料。不卖。我的饮料不卖给不长眼睛诬陷好人的家伙。不长眼睛诬陷好人？我吗？事情就是这样，他是真的想当宫廷调酒师，和这两个人没有一点关系。好吧，就算照片的事我误会了他，可是那么多人喝了他的饮料就沉睡了，这可是事实啊，我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。喂，菲利斯大臣，你醒了？什么？玫瑰花妖大闹宫殿？我这就过去。我要的是猪猪侠，你们给我让开！简直无理取闹！抓住他！哎，抓住他！抓住他！我正在找你呢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哼，来得正好。玫瑰花妖，水晶城的监狱已经被你打扫好了，快束手就擒吧。哼，还敢这么嚣张，看我的。玫瑰花妖，不准你伤害小猪猪。大家住手！我发现玫瑰花妖的花瓣不可能用来下药，所以马上来到城堡做深入调查。两个受伤的服务员指认正是超人强和波比抢了他们的衣服，混进了舞会现场。我还在被抢的衣服里找到了这些。原来下药的是超人强和波比，玫瑰花妖是被陷害的。我也调查清楚了，他和超人强的确没有关系。哼，对不起，是我们错怪你了，你能原谅我们吗？你还愿意做我的宫廷调酒师吗？那水晶城的监狱不就白打扫了吗？这都是误会，通缉令全部取消，我正式任命你为首席宫廷调酒师。我愿意接受公主您的聘请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勇气来帮忙，让我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爱。